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32页第二行看起啊，法大誓愿第六啊，我们把注解来念一遍啊。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明训，与大众中宣说所法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如真解曰：48愿功德成就，而皈依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名弘誓本成海，一名悲愿一尘，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有誓愿不可思议。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文不长，非常重要啊！我们要想一生成就，这个开始对我们的受用就非常之深广。这一篇是借着前面法藏菩萨向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法啊，老师给他讲设法一切诸佛刹土，因为他的本愿想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道场啊，以最方便的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最苦众生、六道众生，能够在一生当中极短暂的时间证得无上菩提。世间自在王佛嘉许他的悲愿啊，真是慈悲到极处，满足他的大愿啊，跟他讲解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这里头的一真庄严，而且把十方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让他统统看到，那叫他十方世界哪些地方你喜欢的你就采取，那不喜欢的你就把它舍掉，那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理念。那这样子你建立你理想当中的道场，这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真庄严美好之大乘。那这个世界建立之后，那就是都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这是理所当然。佛佛道统，诸佛都有这个能力。弥陀建立了，诸佛要不要建了？现在我们人间是比赛，你建个大道场，我建的比你还要好，比你还要殊胜，都真的。阿弥陀佛建立了，没有听说有一尊佛跟阿弥陀佛去争取，没有。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弥陀建立的就是诸佛建立的，所以诸佛神似了。你那么完备，我这个地方教不了的学生，在我这儿不能开悟的，我都保送到你那儿去。所以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佛心是一个心。不是佛没有能力，你见了我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世间人有名闻利养啊，有这种心呢，有这种习气，佛完全没有了。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能够落实在自己的一生，那受用可大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榜样，一生当中不见道场。为什么？有道场就有胜负，有道场就有负担。没有道场自在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走到哪个地方，人在哪个地方，道场就在哪个地方。如果真的是建立道场了，佛建道场容易。当时十六大国王都是佛的皈依弟子，每个人都希望建道场来供佛，佛不接受我，请他站住讲一部经两部经可以，讲完佛就走了。佛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完全明白佛的大慈大悲，佛的智慧。那就是有道场就有斗争，没有道场没有斗争。谁都想做主持，谁都想做领导人，有这个念头倒也不能成就。为什么？心不清净，
诸位要知道，须陀洹是小乘，位次最低的，粗苦。啊，有没有执着了？没有了，身见没有了。啊，他要断五种见惑，才能证到须陀洹果。五种见惑的第一个身见，不再执着身生活了，知道身不是我，放下身见，放下对立，边界就是对立，啊，跟任何人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是一体。啊，别人有道场呢，我们尽心尽力来帮助他、协助他，让他这个道场发挥作用。啊，绝不去占据这个位置，要去排斥别人，没有这个念头啊。啊，世间一个团体领导人，他是为这个团体服务啊。出家学佛了，佛为谁服务？佛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大乘这个苦难包围的范围很大，上面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还有什么苦难？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这就是他的苦难。啊，所以要学佛一样表法了。啊，佛真的是舍得干干净净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常常想这个。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我们修什么？啊，这个经体是三个阶层。第一个修清净心，清净心里头绝对没有染污，有我执就是染污。啊，执着身体是我是染污。啊，对立是染污。啊，边界是染污。成见是染污，我以为怎样怎样的染污。啊，那还有没有，有没有善恶呢？世间人有善恶，他没有善恶。啊，他善恶两边都不存在，所以回归中道了。啊，为什么？他知道恶等于零，善也等于零，善恶化了等号，都是业，轮回业，不能脱离轮回。啊，通通是在制造轮回，所以两边都不住啊，断恶不住断恶的相，心里头没有，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为什么要断恶修善？那是表演给世间人看的，这是教学啊，自己善恶没有了，还要做出善恶的相啊，劝世间人断恶修善啊，造轮回业，别造三恶道，造三善道，是这个意思。那自己呢，三恶道三善道都不造，超越了，所以那是表法了，那是教化众生的啊，自己超越了。如果自己真有心去断恶修善，那就是轮回业。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事就麻烦了。弥陀的悲愿发得非常圆满，非常究竟，跟经题上所说的完全相同，他的心清净到基础，平等到基础，觉究竟圆满的大彻大悟，这是因，修因的果报呢？经题上半部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万德之中寿命是第一德，没有寿命其他就等于零，寿命是第一德，庄严就是极乐世界，依报正报都得到究竟圆满，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极赞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不可思议，二这正确之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自己本人，这一点必须要知道。你要不知道的时候，究竟圆满的佛果，你这一生得不到。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信的名号，就是自己的心得。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凡作觉，自信就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圆满究竟觉。圆满究竟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中国人简称为无上菩提。从哪里证？就这句佛号。我们疑虑习气很重啊。总是怀疑，总是还有会更有更好的，更好的找不到了，在你面前你迷惑了，找不到了，难得海贤老和尚做出来给我们看，你问这个老和尚修什么，一生万德万恨究竟圆满，这是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用什么方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20岁出家，师父是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凡夫。为什么凡夫不是收获，不认识这个人呢？他师父一见面就认识了，这是什么？这个人将来决定会开悟。那要教他什么法门？要教他直截了当开悟的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的秉性好啊。老实听话正干，一生不换题目。那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得到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
就能往生。啊，那我可以告诉你，不会超过三年。啊，为什么？三年得一心不乱的人太多了。啊，不是一心不乱，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为什么？他见佛了。佛会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时候到了，我来接你。他放心了。啊，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啊，他去念佛的态度，真诚、清净、恭敬，这个态度就会成功。啊，不是真心，还有妄念，心还不清净，还有是非人我。啊，没有恭敬心，这个得不到。啊，那么这样的人多，真正像海鲜老和尚找不到啊，到哪去找啊？啊，过去我们听说锅炉匠，念佛同修当中，我们还认识几个。啊，但是我所认识的大概也就是三年五载吧，念佛念到欲知是知，自在往生，我们亲眼看到亲眼听到都是在家的女居士，男居士没听说过，那还都是老太太。啊，三年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所以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顶多三年。啊，他二十岁，到二十三四岁，他就成就了，他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肯定见到。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是现前见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见佛。啊，他能持戒，三规五戒，十善，沙弥律仪，他能做到啊。他一生没有犯过戒，真做到了。所以持戒念佛，肯吃苦，能忍受啊，忍辱波罗蜜，真的是做到家了啊！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生活非常艰苦，没吃没穿的啊，是穿的是补的，吃的是苦的啊，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时时刻刻待人接物，叫满面春风。啊，一团欢喜啊！他那个喜是真的，是自信流露啊！啊，《论语》上所说的“不亦乐乎”，他不是外面刺激，他从内心里生出来。真诚的慈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不断的露在外面，这就是极乐世界。
他生活在此地跟生活在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不是，没有这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不起心动念，在这个地方受尽苦头也不起心动念，画平等了，等号啊！啊，这就叫功夫啊！啊，那么这一句佛号，我们在坛经上要记住。能大师开悟时候的五句话千万不要忘记，他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何其是没想到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所生，自信所现啊，跟华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华藏世界从哪里来？变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从哪来的？自性所生所现。啊，自性是能生能现，宇宙万物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佛法修行的目的是回归自性，这叫毕业了。啊，没有回归自性，自性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常是不生不灭，永远不变，这叫常啊。即是清净，决定没有染污啊，从来没有染污，永远不会染污，光是光明遍照，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宇宙是从它所现所生所现啊。大乘教上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一切法是我们感官当中的宇宙啊，这个宇宙从哪的？从心、从想生的。心是自信，想啥了也是。那就是华严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唯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啊，叫做一真法界。啊，谁住在那里？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都住在那里，在那个地方修行。啊，他们还修什么？他们要断无始无明烦恼习气，习气断干净了，他就进融入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图就不见了。所以十报图它没有生灭，它有影现，有缘它现出来，现报图，没有缘它不现。什么人没有缘？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就没有缘，就不现，那就是一片常寂光。如果有无始无明烦恼习气在，他就现。那哪些人在呢？41位法身大士，他们无始无明破了，习气在。
啊，所以自信遇到这个缘，自自然然就现十八图啊。十八图里面诸佛如来现报身，为什么法身他不看不见，现报身，法身没有形象啊，报身现象，现跟菩萨同样的身啊。极乐世界的报身是很不可思议啊，现佛的圆满报身啊，也就是等觉菩萨的圆满报身，来帮助这些法身菩萨。这四十一个位次，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圆教啊，这四十个位次啊，帮助他们。啊，用他们的神通、道力、智慧，帮助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九法界众生。啊，这个九法界包括菩萨，啊，三乘的菩萨，就是没见性的，别教、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别教摄地是见性的，啊，所以叫三乘。啊，下面这个摄住、摄行、摄回向没见性，啊，帮助他们的云最极殊胜。啊，有大福报、大智慧、大因缘，他才遇到净土啊，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如果像海贤老和尚这一等人，他一生就真的圆满了啊。三年念佛，三年可以得一心不乱啊，这个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之后，再三年，他就能得四一心；再三年，他就能得离一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从念佛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多少时间？十年。啊，十年到什么程度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这个等级海贤和尚达到了啊，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大彻大悟，也是这个等级。化身菩萨的等级，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见阿弥陀佛，佛就现身。啊，在这个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他的师父嘱咐他一句话：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你开悟了，你见性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为什么？六祖开悟还要到猎人队多十五年。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
同行相忌，嫉妒障碍的人太多。你装聋作哑没事，平平安安，你要是你这个说那要说的时候，嫉妒障碍却来了。众生是凡夫，不是圣人了。你不能立足于这个的世间呢。所以立足于就行，装聋作哑。你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真正利益一切众生，漏一点点，马上就藏起来了。在海贤老和尚一生行医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体会到，我们明了。老人家说一句话，普遍劝一切众生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是真话。还有一句话帮助你圆满成功，这一句话就是世界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心要转了就成佛了。所以大乘经里头佛曾经说了，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念无量寿经，能往生极乐世界，能成佛作主，我们念古兰经行不行？行。那为什么会的人哪一法不是佛法？这哪一法不是先于佛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只要你转。为什么转？你把妄想放下了，放下妄想就成佛，放下分别就是菩萨了，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了。我念古兰经一样啊，我也可以放下执着，我也能放下分别，我也能放下起心动念，他就成佛了。将他当上去，到了天堂，到天堂一看，阿弥陀佛也在天堂，殊途同归也。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如果不会，佛就翻过来说：哪一法是佛法？不会就是你心不专，你什么都想学。华严法华无量寿经不是佛法。那么由此可以说，世间法跟佛法也画了等号。是一不是二。关键什么？关键就是叫你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一切法任何一法都是佛法。为什么？都你只要转，你都能成无上道。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自心变，从任何一法都能见性。离开本性没有一切法。设法界通通是自心变的。所以关键就是会不会，会不会我们你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转不转？转就会了，不转就不会了。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这个很难切入。你说修的时候顶多得善法，生欲界天而已。为什么欲没断？
欲断了的禅定，才能生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还有欲望啊，不能离开欲界。那这个里头就有善恶，善感善善道，恶感善恶道，就这么个道理。啊，善恶没有了，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善恶从哪里？严重的分别之处，从这来。啊，海鲜老和尚为什么为我们表法？他对于一切人事物，啥都好，啊，什么都好，啊，吃的没分别，穿的没分别，居住环境没分别，待人接物通通没分别，把每个人都看成阿弥陀佛。平等恭敬，平等的爱护，啊，有人将这个光碟看了将近2000遍了，真用功啊。啊，给我们说，越看越欢喜，遍遍有悟处。他能不能成佛？肯定往生成佛。啊，法是真妙，这一句佛号包罗一切，包罗万法。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诚心诚意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夹杂，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句佛号就把全宇宙统统念到了。啊，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如来，世间宗教所讲一切神明，全都念到，一个都不漏。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切法，一切法所生所变，你念一切法的能生能变，不就全部暴露了吗？一个都不漏了。真觉功德广大啊，行愿文里头有说，这是一段敬拜一切往生人等，弘誓一尘海者啊，你看人家这个言语心地恭敬啊，敬拜，不是下对上啊，上对下是告啊，佛告诉你，佛告诉我们啊，弟子对佛恭敬的是用拜啊，这是下对上。那这对谁呢？敬拜呢？对一切往生人等，那个等里头有菩萨，有罗汉，有天人，有畜生，有魔鬼，有地狱，全都包括了这等子。那就是一切往生的众生。下面告诉我们，弘誓一尘海。弘誓就是48愿啊，我们要在这一品学习的
啊，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是法藏菩萨秉承世间自在王佛的教诲，啊，又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细心的去观察学得来的，不是妄想生出来的，不是想象，也不是佛教给他，啊，是他真正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成就极乐世界。啊，这是弘誓一尘阿弥陀佛这个道场，没有二尘，没有三尘，只有一尘。一尘是成佛叫一尘，啊，释迦牟尼佛教导一切众生，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一乘经典不多，只有三部。啊，三部之外，那就是还有一部，就是《无量寿经》，净土法门，是一乘。啊，业尘是成佛，跟别的不一样。啊，别的是普通法门，要断烦恼，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小乘从初苦、二苦、三苦、四苦，要慢慢向上提升。那一成不是的，一生就真的叫横超，它不是输出。啊，这个法门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换句话说，对这个法门你遇到了，你要有善根，你要有福德，你要有缘分，缘分是有都遇到了。啊，没有善根，没有福德，都不相信。啊，虽然相信，他还要加上别的法门。啊，加上别的什么，这个味道就不纯了，就被你破坏了，你得不到利益了。啊，海鲜老和尚何以？我估计他决定在四十岁以前，他得到的利益性不乱，啊，也就是像宗门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境界他得到了，啊，得到这个境界，所有一切经教全通，啊，应该是在四十岁他得到的，啊，他没有往生，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啊，叫他住世表法，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到112岁看到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表法圆满，
他拿到这个书照相，主动要求人照相，一生从来没有过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只有这么一次。照完之后三天走了，自在往生。那他的功德圆满。那真正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住在这个世界，你一生的道路都是阿弥陀佛替你安排的，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啊！自己操心很累呀，啊，未必是正确的。佛给我们安排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你都会非常快乐。啊，为什么消业障？顺境消善业，善业也不消，到人天来受不果报，出不了六道。啊，逆境呢，消恶业，不堕三途。没有一样不是好事啊。啊，仙公老和尚的光碟真了不起，无量寿经听不懂你就看光碟，你看上三年五年无量寿经全懂了。啊，不必听人讲啊，你全懂了。这佛法是妙啊，妙极了。啊，所以记住转绝对不能杂，祖宗教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常识训修，就那一门，你别搞个多门啊，三门四门太多了啊，再几十门几百门那还得了，那不就乱成一团了啊。一门，一门什么时候开悟？这一门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还有这一门，这一门是个障碍。啊，要知道大乘教里面佛说过，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一，毕竟空不可得，你还有一门。这一门障碍，这一门放下了，自信就开了，你就明心见性了。这是真正大乘，真正一乘啊！啊，这样的根性人，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太少了啊！中国历代有，不是没有，少啊。我们看到海清老和尚也小啊，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大彻大悟他没有，闲工大彻大悟，他有大悟啊！你看他的忍辱波罗蜜啊，别人欺负他、回谤他、捉弄他，他感恩。啊，告诉人家什么？他替我消业障，我怎么能不感恩他？啊，真
小业障，他接受了，所以才走得那么自在，留下肉身舍利。啊，这个肉身不容易得来啊，坐缸七年呢，六年九个月，啊，身体没有坏，连衣服都没有坏，那我们真学佛到哪里学？就在这里学，你就成就了。啊，所以成就的无碍，没有障碍，无边最胜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智德。这个德是自信，自信本具的大德，那无量无边际啊，心得通通显露出来了啊！就这一句，我提醒大家。你在海贤老和尚光碟上，你细心去看，你真看明白了这一句，你完全证明了，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他确实弘誓一尘何者，这个真是人呐、啊。他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全做到了。别看光碟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所以会看的人，看几千遍他不厌，越看越欢喜，这个摄受力量多大？啊，下面提出问题，这都是行卷里头说的，何以故？为什么？誓愿不可思议故。为什么？他的誓愿是真的，没有一念是为自己，念念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最苦众生，他为这个，没有为过自己。这个心跟信德圆满的相应啊，有为自己的完全错了。为什么佛法讲无我啊？你怎么会有我呢？啊，出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头一个叫破身见，就是无我。啊，你看《金刚经》上，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谁呀、啊？这是初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那还有我，还有我没入门呢。啊，大乘到最后《金刚经》后半部，不但没有我，我人众生受者念头都没有了。啊，你看，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那个见念头啊，那是叫断干净了，念头都没有了。啊，前面断了离开了，还有这个念头啊，啊，后半部是念头都没有了。啊，念头没有是什么境界？常寂光的境界。
啊，所以前面是小乘，《金刚经》前半部小乘，后半部是大乘菩萨。啊，誓愿不可思议，为人别为自己。啊，为人，你的心生智慧，为我生烦恼啊。错了啊，都在念头上转，不在外头啊。啊，悲怨欲如大虚空啊，诸妙功德广无边故啊，悲怨是同体大悲，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帮助？啊，看看诸佛如来，他是我们的好样子。啊，那么最近的，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啊，你细心去观察他，他放下了。19岁，舍弃王位，舍弃宫廷富贵的生活，出家修道，放下烦恼障。啊，30岁。19岁出来，学了12年。啊，这个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去学过。学了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完全放下，到菩提树下就入定，这开悟了。啊，到菩提树下入定是放下所知障。啊，2障通通放下了，开悟了。啊，烦恼障放下是小悟，阿罗汉。所知障放下之后，大悟，大彻大悟，是化身菩萨了。啊，佛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知道。佛法里面的功夫不是别的，放下，你放下几多，他功夫比你高，他放下比你多，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放下恢复自信吗？恢复自信里面智慧德能相好啊，智慧德能相好，大家都是圆满的，圆满的自信都是圆满的啊，而且自信是一个十方30佛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法身啊，共同一法身啊，共同一个自信，一个本性的，不是两个啊，习性有两个不一样，自性没有，自性相同的啊，个个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啊，只要你把一切障碍放下了，你就真得了啊，所以它是本有的。你会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本来是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那么怎么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地球上，
哪个国家领导人不爱护人民，总是想帮助人民离苦得乐，想什么样的方法都不产生效果，甚至带来很多麻烦。那佛用什么方法？佛跟我们老祖宗想法差不多，所以我相信我们老祖宗都是佛菩萨再来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向老师请教，李炳南老居士，我说我们孔子、老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在中国化身？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因为他没有透出来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们不知道，在理上是决定讲得通的。为什么？他们所作所为跟佛说的一样啊！这一样什么？教学为先。你看哪一尊佛菩萨不教学？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教了49年，一直到往生，到最后圆寂。还给我们讲最后告诉我，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最后的一教。学佛你要想真正成佛，要放下一切欲望，要放下一切享受，要放下一切名利，这些东西全是假的，这些东西通通是障碍，不是好东西。所以一生不见道场，为什么？自在呀！你有道场，你就有就有妄念，你能不顾那个道场吗？所以我一生没道场。我只要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地方可以睡眠休息就好了。真的不操心的，没有妄念的，有道场，你就得天天放不下，那个事情可麻烦了。中国自古以来，这道场是一件的，佛菩萨。主持道场的是什么人？诸佛菩萨。他们再来的呀，来成就这些佛子。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不是凡夫啊。凡夫要主持道场，没有不造罪业的。将来果报自善图。所以每个大道场世世代代都出高僧，那就对了。这个道场出不了高僧的时候，这道场肯定造孽。我们在旁边看看得清楚我要不要道场？我不能要。为什么？张家大师没有叫我看，李老师没有叫我看，而且中国古人是，你想害某个人，你就请他做主持，请他做当家，他就完了。我说操心啊，
妄念多，心不清净啊，顶多他做得很好，照顾人照得好，人天福报啊，比不上一个老太太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她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差远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建立道场就要成就人才，以这个为目的啊，绝不是自己名闻利养啊，在佛门里有地位啊，有人崇拜，不是这个意思，那把你那点福报都消光了，你的罪业就建立了，成立了，所以太可怕了啊！我学佛佛这么多年，年岁老了，这就九十岁了。啊，我很感恩，我这里有个信徒，这边有信徒，啊，送我一个小房子，啊，因为小房子大小还没有这个摄影棚大，我住得非常舒服。住得非常自在啊，讲经教学不中断，这就是诸佛菩萨之所行啊。啊，现在的方法好啊，可以用光碟，可以用网络，用电视啊，这样的这种方法把明文利养给隔离了啊，小道场没有人来听经啊，啊，这科技发达非常方便，无论在哪个地方，你有这家里有电视，你就能收得收看到。啊，你有电脑，网络就可以看到，好啊！你说多自在啊！那如果想这个想那个，太苦了。啊，一切随缘，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随缘，缘具足。应该要干，为什么？利益众生，缘不具足，别找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我这一生的成就，我感谢韩馆长，他们一家人护持，照顾我30年，我这根扎稳了。啊，没有这30年，就没有今天了。啊，所以他们家这个功德大了，我们的一生成就，啊，带许许多多人念佛往生，啊，这功德都有他一份。啊，千万不能造业，千万不可以造罪，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个愿要大，愿为度一切众生，跟如来同愿，如来用这一句佛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都用这一句佛号，都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在这经里往后面可以看到十方诸佛赞叹，十方诸佛介绍啊，就这一门，就这一句佛号就行了，只要你转10年，
你就能明心见性。禅宗难啊，哪个法门都没有这个法门这么快啊，所以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真正是第一法门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不要紧啊，真有成就。因为不认识字好，没念过书好，为什么？他思想单纯，他妄念少啊，学的东西太多了，头脑很复杂，很不容易把它丢掉啊，他也好不容易记住了，现在要丢掉同样困难啊。没有学的人是有福气啊，什么都不知道，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你什么都知道啊。如果是真的专一十年会成功啊，一部经一句佛号足够了啊，连吃恶业到晚年都把经教放弃了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自己呢一部无量寿经啊，不是我，他是一部阿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功德是原同样的。所以真的是诸妙功德广无边故啊。这话佛说，不是佛没人知道啊，犹如大车乃至犹如大风扑行世间无所障碍啊。大车载人多，能量大了啊，大风也如是啊，普贤世间无所爱故啊，就这一句佛号，在这个世间一切障碍都没有了啊。有很多人学佛跟着我念了多少年，身体不好有病了，去找一些医生啊。为什么呢？对佛法不相信，不是佛不灵了，是他自己没有信心。那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他18岁，身上害了毒疮，那医药没效，苦不堪言。那他忽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度一切苦厄啊，他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病就好了啊，疮不药而愈啊。这是什么什么成绩？什么叫灵呢？信就灵，不信就不灵啊。不信的人你念观音菩萨，你那个疮病好不了啊，你找医生，医生把你治好了，你信那个医生，完全是自己的信心，外面是语言，次要的主要的是信心啊。他12岁的时候种了一个冬瓜，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啊，他不知道啊，他就小声的天天在咒，谁偷了我的西瓜，叫他长疮害病啊。一句一句念，念了是3天，他堂弟果然长疮害病啊。神娘来告诉他啊，叫他你别念了
啊，他一想有这么大的力量，赶快改口，快叫他好了，快叫他好了，堂弟便马上果然就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念力能量不可思议。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证明的什么呢？所有物质现象从哪来？从念力来的。我们天天打妄想，随着物质的时候变成非常非常复杂，没有秩序啊，这就会造成灾难。如果我们的念头通通是善念，通通是净念，这个世界立刻就是太平盛世啊，世间什么样的冲突造罪通通可以消灭掉了，太平盛世就出现了，都在念里。所以我们常想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诸佛刹土为什么那么好，哎，我们看出来了。世尊介绍这些诸佛菩萨经现在说法，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听明白？有没有悟过来？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就是讲经说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弥陀经》上说的，经现在说法，没有停止过。啊，十方诸佛菩萨哪一个不讲经说法？没有啊。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毛病出在哪里？所有出家人都不讲经说法了，问题出来了。啊，所有出家人都出来讲经说法，这个世界马上就改变了。那为什么？让一切众生能听到正法，能明白诸法实相，能放下一切错误，这就对了。啊，中国古代在政治制度上，你很明显能看出来，把教育摆在第一。国家整个政治设施为什么？为教育。那教育摆在第一位啊，所以国泰民安了，太平盛世啊。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发达，把经济利益摆在第一位，教育摆在最后。啊，所以人学的这些技术会做事，他不会做人。啊，他不明恩义，不知道孝养父母，不知道尊重师长。所以今天纵然有好老师肯教，找不到学生。啊，这是我亲身的体会。我在早年26岁认识方东伟先生，我跟他学哲学，啊，请求他老人家准许我们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啊，他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64年前的学校，64年前，就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
啊，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啊，所以当时心里很难过，表情当然很沮丧。那我们沉默了六七分钟，方老师说，你真想学啊，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他给我上2个钟点课，每个星期天啊，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我们没有交一分钱学费，我们不认识啊，啊，只知道是个同乡关系，啊，他是桐城人，我家乡在庐江，我们的距离现在20多公里，很近啊，啊，就这么关系。啊，我感恩的一辈子感恩。啊，要不是跟他学这门功课，我们永远不认识佛教。我们都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门功课里头认识佛教。啊，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学哲学吗？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才认识了，啊，认识之后的告诉我，佛经哲学不在寺庙，啊，为什么？200年前，寺院庵堂的出家人有德行有学问，他们正统，他们真有资格教你。现在出家人不学了，啊，寺庙有经书他们不看。他们会念经，他不懂意思。那我说那怎么办？佛经，你要深入经藏，啊，指出我一条道路啊！啊，我这才开始去逛庙。啊，逛庙目的在哪里？目的在找经书，啊，看这个寺庙有没有藏经。啊，可不可以借出来？啊，借出来就抄我。那是买不到啊。啊，只有借来抄。啊，抄好了就还给他。啊，很难的，真不容易啊。啊，为什么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学生不喜欢读书啊，学生为什么上学？等文凭啊，在那个时候小学生读书为什么要考中学？中学生读书要考大学，大学生不读书了，等拿文凭找工作就业了，所以他心不在学习上啊，对老师不尊敬，老师讲的他听不进去，所以老师就不讲了。啊，老师就靠这个生活教学，拿一点工资，拿一点钟点费，回家过日子。学生嘛就要文凭，所以考试的时候。老师几乎把考试的内容都告诉学生，让学生个个都好分数，皆大欢喜。啊，是这么一个状况。
啊，到以后我到大学里头就去上了几堂课，一看果然如是，学生的耐心不超过15分钟，心不在焉了，啊，东张西望了，不是像从聚精会神在学习，旁边有人都不知道，那心不在焉，这个是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怎么办？那教育大幅度的滑坡，所以我常常想，20年之后，大学里头没有教授了，后继无人，恐怕连高中都没有教授了，怎么办？我现在看出来了，光碟。现在这些老教授的光碟，还有他们的著书，可能就依这个了。放光碟教授，旁边有个助教，啊，助教不难，助教能把光碟看30遍、看50遍，他就有资格当助教。啊，同学们看光碟，有疑问提出了，他能解答。啊，20年之后，学校恐怕变成这个样子了。啊，这是我们忧心之处啊！啊，如何培养根底真正深厚的老师？老师必须发菩提心，要发大愿。为什么呢？教书这个行业很辛苦。啊，真的。原理明文理啊，为民族为下一代啊做一点功德，要存这样的心啊，我牺牲奉献，宁愿清苦一辈子，我把几个学生教好，让后继有人，这菩萨心肠啊，啊，人有厉害啊，他做不到。啊，没有名利心才能做到出离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有名利心的时候，他搞六道轮回，他永远出不去啊。搞佛法也不是真的，是佛学常识啊，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是我们在国内外许多地方我们亲眼看见的啊，外国的大学我知道的很多，去参观过，考察过啊，通通是知识，不是智慧。中国不但佛法是智慧，儒跟道都是智慧啊，乃至于三教九流啊，真是智慧，真正了不起啊。古人留下东西精华了，没有糟粕，糟粕早就丢掉了啊，不等我们现在啊，东西能传几千年，多少人眼目看过还能留下来，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要有信心啊，年轻人更应当发大心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这是菩萨心啊，这不是凡人啊。啊，什么样的苦我们愿意吃啊，我们遵守古人的教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戒律，延迟戒律啊，不怕吃苦，认真努力学习啊，做一个启蒙的老师啊，不从启蒙着手，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深入，你只能带个普通常识，表面
深入真实智慧得不到。啊，那启蒙的东西两个，一个德行，德行大家都知道。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法的《十善业》。最好还能加个沙弥律仪啊，念为仪都是能学到啊，这做人的根本啊。另外是学问，学问要从说文解字下手，一定要把这个普通西搞通啊，认识中国字啊，你才有能力阅读几千年留下来的文献四库全书啊。那么祖宗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你就继承了啊，中国人可以继承，外国人也可以继承啊，一定要把文言文学会，要把中国字认识啊。中国文字讲求形状，这写的方法，这种声音音声，还讲求义理啊，有形，有音，有义这是个表意的文字，气味无穷，它是艺术，不像外国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表音，音会变化，意不会变化啊，几千年人写的现在看得懂，是他原来的意思，没有看错，这了不起 啊，这是中国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啊，去整个世界多少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所有的发明比不上中国老祖宗造字啊，这个字造的怎么这么圆满，没有一丝毫缺陷啊，在全世界中国独有，外国找不到啊。英国的罗素汤恩比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啊，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啊，不下功夫怎么能深入啊，怎么能知道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方法理念啊，经验啊，还有他们的成就啊，你真正敬仰的心生出来了啊，你连字都不认识，文都不通，那个恭敬心啊，爱心决定生不起来啊，所以年轻人要发现，把祖宗好东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生虽然是清贫，生活清苦，来生的功德福报，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啊，你要不要这福报？要这个福报，出不了轮回。啊，真正搞通了，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好啊！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啊，到诸佛刹土里面去做佛、做菩萨去了。这才在得大自在。那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能显什么身。那这个好，这才真正的自度度他。所以悲愿比喻大虚空啊，诸妙功德呢，广无边际啊。后面总结的来说，能除三有系浮尘啊，系浮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像绳索捆绑了，你没有自由，你离不开六道轮回。尘是比喻六道轮回啊，乃至开显方便藏啊，方便藏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这一句佛号能叫你永远离开设法界，叫你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啊，两可奉持，特可顶戴也啊。这两句话劝我们应当奉行，应当保持啊，应当顶戴啊。下面为我们介绍，至于愿闻多寡，注意颇有差异。我们知道无量寿经原一本有五种啊，这里都举出来了。汉吴两仪啊，汉是汉朝，安世高那个时代啊，吴是三国时候啊，三国时候的吴国这两种本子。这个大师愿呢，是讲二十四愿，且经中名言，便戒得二十四愿经。啊，这说明呢有二十四愿。啊，送一本的，这是最后的。啊，这里面只有三十六愿。啊，魏唐魏也是三国康僧开的本子啊，唐两这两种本子四十八愿。至于后出阿弥陀经记里头有一句话是二十四章啊，可见二十四愿与注经是具多数。但是在中国世间流通的只是魏译，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他翻译的通俗容易懂啊，大家都喜欢读这个本子。
其他的四种本子没有人读。啊，那位移的是四十八愿，所以提到净土宗，提到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四十八愿，不知道二十四愿，不知道三十六愿。啊，这个历史我们要清楚。啊，五种原译本所讲的愿不一样。啊，底下这一段说，且汉无两译，虽同为二十四愿，但内容也甚不同。下面举例子说，无以第二愿为十某作佛时，令我各种无有妇人，女人与来生我各种者，即作男子，啊，都是男生。极乐世界没有女生，女生往生，通通变成男生。啊，诸无量数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这出生道。来生无国者，介于七宝池中莲花化身长大，借作菩萨阿罗汉读无量数，这数目太多了啊！得誓愿来作佛，不得誓愿终不作佛。那么这个这里面讲到莲花化身，国无妇女，殊胜大愿。啊，那么汉译本没有，其他注译本呢也缺了这两愿，莲花化身的愿。那与过无妇女这个殊胜的大愿，汉译没有，其他注译也缺了这一句，由此可见。注意差异之深的啊，不同的地方很多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且汉无两译，虽同月二十四月，但实际上呢，这不止二十四。啊，以上无疑第二愿为例，此一愿当中有过无妇女莲花化身云软得身，并作菩萨阿罗汉啊，菩萨阿罗汉无量紧要深远。那准是可知，所谓二十四愿，实在上不止二十四。啊，居住后出《阿弥陀经记》，经讲四二是二十四章，有这么一句经文。啊，那么可知弥陀誓愿实实在在是四十二章，并不是说二十四愿。啊，二十四章啊。可能里面就有多出一些愿，啊，不止二十四愿。那么像这些呢，确实，下莲居老居士非常认真，把不同的地方呢给我们说出来。按念老，把这些不同地方写在此地，让我们都能看到，啊，了解。古大德所判断的无量寿经决定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如果讲一次，那么集结的时候只有一个本子，翻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错误啊，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判断的时候至少世尊讲过三次，有三种不同的翻本都到中国来了啊，但是
无量寿经在中国有12种译本，7种失传了。如果那7种要都在，可能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总而说明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多次宣讲，很特别，其他的经都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啊，只有无量寿经，至少3种不同的版本，也就是3次不同的宣说。啊，这样一来就是有汇集的必要了。啊，读5种原这个原译本很麻烦，很难。啊，读1种又有很多重要的这些经文，这一本里都没有。啊，不完全，这就说明集集非常必要。啊，而且这个汇集在最初翻经的时候就有。啊，并不是王龙书开始的。啊，我们知道最早翻的经42章经。42章经就是不是一部经，是在许多经里头揭露出来的。揭露42条，那就是汇集本。啊，所以汇集没有过时。啊，古人最初翻经的时候就有这个本子出现，而且留在大藏经里头。啊，我们都能看得到。那么无疑第二愿为例，这个例子在第一愿当中确确实实有过无妇女莲花化身云染得身，这就是小动物啊，微不足道的这些小动物啊，他们都能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皆并皆作菩萨阿罗汉。那菩萨阿罗汉无量，这也是这个本子里头有的。那无疑的说，有啊，这个菩萨阿罗汉无量啊，那么这是精要深远，准是可知。所谓24愿，是不止24。啊，那么根据后出阿弥陀寂静，他这里有这么一句话，是24章。啊，24章就不一定是24愿。啊，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有根据。啊，魏唐两仪同为48愿，但名为48，实际上又不足48。啊，列入魏仪第29愿，是舍我得佛，各种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智书，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那第30愿呢，为舍我得佛，各种菩萨有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那么这个2愿实实在在的，这2愿只是广略之意，内容是一样的。啊，一个说的多一点，一个说的少一点。所以第30愿只是第29愿的补充引申而已。唐仪中第29愿与30愿跟这个相同，更有近者，魏唐两仪均缺过无女人莲花化身，这2愿
这两个本子里都没有，可见魏唐梁以之四十八愿并未圆具祝愿的。说这些话都是为后面讲到会基本是必须的啊，会基本是应当要做的。啊，这就是把世尊多次宣说的要汇集成一本。我们不必去遍读五种原译本，读一个汇集本全都读到了，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啊，所以汇集是应当的啊，汇集没有过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又学习到此地。